哎，你好，你这是测智商的？对呀、啊，测智商200块钱一次。哦，什么是智商？智商就是测你聪不聪明，智商要高、哦、越聪明，测得准收费，测得不准不收费。你测不测？那我怎么知道你测得准不准？那万一你要是骗子呢？你说谁是骗子的？我测别人有可能不准，我测你肯定准，一看就是个笨蛋货，目测智商为零。我去，你说谁是笨蛋货？别人都夸我是大聪明，你比我还笨了，你信不信？如果你不信的话，咱们可以比一比。怎么比？我智商这么高还怕你啊？你给我出一道题，如果我答错的话我给你200块钱，我也给你出一道题，如果你答错的话你给我500块钱。凭什么的？凭什么我是500的？劈头大。那不是你说的吗？你智商高、哦、我是笨蛋货，如果你罚款给我一样是200的话，那你跟笨蛋有什么区别？也是，我那个笨蛋货一样他也出不了什么难题，500就500吧。行，那我先问你啊、哦，月亮到地球距离有多少米？这个问题我不知道，我给你200，扫码。扫码。扫好没？啊，你等一下，我手机时不时的耗死机，烦死了。那你还不赶紧换一个？你看，这是我刚刚在转转上买的爱手华为 P 四 Pro。才花2700多，比起你便宜3000-4000的，刷视频都可流畅了。这么新，能是二手的吗？是啊，人家每部手机都有专属联机报告，还免费保修1年，强烈推荐你也上去买手机，上面还有二手电脑拼盲之类的，也都特别划算。啊，那等会儿我也去买一个。好了，该我问了，什么动物上山3条腿，下山4条腿？行吧，我不知道，500元我扫给你，你告诉我是什么动物。好了，好了，我给你扫了200。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什么动物。马怪。